刀顿绝，除了吃美食，疯狂血拼更不能少。带什么回台湾，让亲朋好友都开心，就是这一包。才开封水果箱冲出来，里面一颗一颗就像真的葡萄 ，Q 弹水果软糖，还有多种口味。光照下还看得到里面有真实果肉，深受台湾人喜爱。今年暑假的时候吧，对，然后大概买了整个应该有20几包，对，因为其实在场也蛮多人要买的，所以就是也没有办法抢到那么多。有一种就是果皮在外面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咬下去之后里面就。比较 juicy， 包装小巧方便，好携带，口感更是缺货主因。根据调查，味觉糖在台人伴手礼名单占有率20%，海外购买成长6倍，是民众出国最爱伴手礼冠军。日本当地购买折合台币最便宜27元，部分口味台湾超商买得到，但是一包要65块，整整贵了40元。日本品牌健康食品在台人血拼排名也很夯，买来自用排行健康食品就占了30%，男女老少都疯买。另外美妆相关气垫粉饼、底妆类更让女性荷包失血，台人选择飞一趟疯抢外国货，价差成了关键。三选五，庆俊、李爱宝台北报道。